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不再是旧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民国54年，官拜士官长的孙爸爸月饷是476元。当年故宫博物院在外双溪落成，第一百货在台北开幕，中华少棒在亚锦赛首度击败了日本。也就在这场球赛举行的同时，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菲律宾尼沙球场的第六届亚锦赛红叶队与日本队的比赛现场。现在红叶队投手丰子吉投出，日本打者挥棒打击出去。哎，别紧张，别紧张。啊，接杀出局。接杀？我说没事吧，接杀出局了。哎呀，接杀没事了。肚子。你说？哎呦，这就是。要生了，我好像素来。现在要生，我去医院。不去医院啊，我去找阿爸啊。等等，你要怎么样啊？我陪你去医院吧。你是不是很害怕呀？你别害怕，我听啊生过孩子的人说，生孩子就是一咬牙一用力，那个孩子扑通就掉下来了。不是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啊？现在很重要呢。哎呀，生孩子当然重要啊，团结力量的你都不晓得哦。现在中华队在跟日本拼命呢，我怎么可以跑去生小孩？这天晚上，团结的孙太太为了中华队的胜利，整个延误了20分钟才生下她的第一个长女。哎，你看，这名字就叫孙美娟，好不好？孙美娟，不行呐，一定要取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啦。啊？哎呦！还要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啊！想取孙团结呀，孙中华，还是孙顺利啦？你起的名字啊，他都不喜欢啊。宝贝儿啊，你是要叫孙生日啊，是孙团结？哎呦呦，你看都不喜欢啊。那爸爸给你起一个漂亮的名字好不好？啊？也是我们孙家呀，头一个出生的美女啊，我叫你孙一美。孙一美啊！民国56年，速食面在台湾上市，孙家有了差点被叫做“孙泡面”的二千金，他的名字叫孙在美。3分钟了啦。
做得慢呢。嗯。来，吃一口。民国58年，台湾电视史上第一出连续剧《晶晶》开播，那时候轰动全台。没有。没有。哦。贤仔呢？还是没。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啦！母亲，母亲，母亲，孤零零，像海角的一张。这年，孙家的长子孙家柱跟大鹏宝宝是一起诞生的。民国64年，蒋公逝世，越战结束。就在同年，迪斯科风从美国吹来，孙太太跟孙先生的婚姻进入整整第10个年头。于是孙先生决定要送一个别致的礼物给孙太太。你们看，这玩意儿啊，方便得很。怎么方便怎么方便呢？你们看，我来示范啊。注意看，啊，只要这玩意儿一摁，哇，好厉害呀！哎，你看，这冲到水沟了。真的呢。好厉害哟！我跟你说呀，这一个外边装1000多块钱，我自己装500块钱不到。哎，啊，连棒塞都可以哦。当然啊，不论什么，只要这块一摁，就冲走了。好厉害哟！孙家终于有了抽水马桶，大人小孩都迫不及待的等着屙大便的来临，然后就是一拖。2拖、3、4、5、6拖，所有的都在一按这个之后消失在马桶里面。但是，那天小小的水沟，却就真吵的。妈，我放屎了。你搁怎样吵？要放去公厕放啦！你无看我已经臭到要昏昏死啊！我，死老孙，外面这什么马桶啦？因此，这个别致的礼物让孙太太整整一个星期就是不和孙先生说话。孙先生只好躲在院子里擦他的老爷脚踏车，擦的是倍儿亮，默默地等待大赦之日。呀！富邦，你武功好强哦！我爸的武功才强哎，他会李小龙李三角。哇！真的吗？那你爸爸会不会铁砂掌啊？不知道，要问我爸。我爸会铁砂掌。骗人！对啊，骗人骗人。才没有嘞，对不对，善美？我不知道，我去问爸爸。爸爸，你会铁砂掌哦？铁砂掌？哎，你们想看铁砂掌啊？骗人！什么骗人？我会啊！我运功给你们看啊！哼哼，注意看！哎，注意看！嗯，哎。现在表演铁砂掌。
贴啥章？啊？像不像学？这要每天拿手掌拍沙子拍100下，一年以后就可以练成铁砂掌。结果孙先生铁砂掌只唬到了一个人。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就在一个月后。啊，你是手怎么弄的啦？他就说每天劈沙子劈2下，就可以练成铁砂掌了。哎呦，孙女子！春天的花开，秋天。弄的啦，他就说每天劈沙子劈2下，就可以练成铁砂掌了。孙女子，哟，你看，又是一整个礼拜，孙太太就是不跟孙先生说一句话。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怪孙先生，是孙一美这丫头真的很好骗，只是不知道这是遗传了孙太太，还是孙先生的优良基因了。下次不敢了，妈！你下次不敢，你还有下一次吗？哈！你跟我讲，你是几次不及格了哈？跟你讲要有出息呢，我已经跟你说好几遍了，说不好好练就是没有出息。你会了，会了，我有出息，妈不要打了。会有出息哈！你考这个分数，你跟我讲你会有出息，你告诉我，全村有谁像你考得这么烂啊？哈！拍熊啊，拍熊考45分，拍熊考45分，你拿一个最烂的来跟你比呀、啊？哈！你搞搞，你笑我，你搞搞，你最硬气，你最硬气啊！我哪有顶嘴？我说的是真的嘛？说的是真的，你很有理呀、啊！哈！这么简单的题目，你给我考58分呐、啊！三乘三是九吗？哈，三乘三怎么会是九？三乘三本来就是九啊。对啊。你等下哦，孙在美，你跟妈妈讲，三乘三是偌济？三一三，三二六，三三九，看吧看吧。老师讲唔是九了，唔是九啦。阿伯，你讲嘛，三乘三到底是偌济？难怪你考不好，不懂就是要去问老师啊。问哦。老师，请问三乘三等于多少啊？孙一美，你的99乘法表怎么背的？三乘三是多少？你不知道？手伸出来。现在知道多少了吧？是。19吗？你们这些孩子，打一棍子脑袋就清楚了。三乘三当然是9。可是我这里明明就写9，你为什么给我打叉？老师给你打叉，是因为你字写的太丑了。老师是让你记住这个教训，以后写字要写的
规规矩矩，方方正正，懂吗？不知好骗呢，孙艺伟的运气也总是比别人差一点。艺伟，我崇拜你哦。小布包，再来呀！可是你没弹珠嘞，你借我啊。好啊，那你借我十颗，你先给我五颗。这边有五颗耶，给你。好，我跟你借十颗，你给我五颗，所以你还欠我五颗。哦，我还欠你五颗。那我不玩了，爬熊，我们走。孙一美，记得哦，你还欠我五颗哦。他跟我借十颗，他先跟我拿五颗，所以我还欠他五颗。不对呀，陶富邦，你这个大骗子！我要告诉他妈妈，叫他把你打死。这个小孩叫做陶富邦，就是隔壁大嗓门陶妈妈的长子。陶富邦大孙艺美一岁，喜欢吃孙太太炒米粉。他崇拜孙先生的手制马桶，当然这种崇拜是在臭味灾难尚未发生之前。他和孙艺美一起玩，一起挨打，一起长大，但他们平凡无奇的友谊却因为那场午后的棒球赛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化学变化。那是孙艺美记得第一次她发现陶富邦好帅啊，尤其是那个男孩带着汗酸味的背，因此就在那个血汗交织的黄昏里面，您知道吗？爱情来了。艺美啊，还生爸爸的气啊？哎呀，伤口没缝起来怎么会好嘛，这得拳打脚踢的，把医生缝歪了怎么办？所以爸爸才压着你嘛。好了好了，艺美，别生气了好不好？艺美，艺美啊，要不要吃冰棒啊？好，我们家一妹要吃冰棒喽，吃冰棒，吃冰棒。哎，好，一妹，吃
你自己去敲门。啊。不帮，快出来吃冰棒了，快点啊！好不好？不站住！啊！怎么了？好不好？哎！叫你站住！听着。好了，好了，你这干什么？你这干什么？哎，把刀放下！你快把刀放下！老孙，你别管他，皮他能跑，他老娘的功夫也不白练。哎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哪个孩子不皮啊？你拿着刀会出事儿的。我告诉你，别管，今天我非要教训这个小兔崽子。哎哎哎！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我告诉你，别管，今天我非要教训这个小兔崽子。好险呐！哎呀，好险没事儿啊！只是我们家大门，不是副榜，也不是一枚。哎呀，哎呦，哎！啊！一枚啊，你的头好点了吧？嗯。哎，我们家陶副榜啊，真的快气死我了！成天的就知道皮，成天的给我惹事。你看看，你就已经老笨的考不及格了，还把你的头打个窟窿，你说叫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呀？真是的。哎，没事了，哎，陶太太，小朋友啊一起玩，难免会受点皮肉伤。哎，这还多亏你们家副榜带我们家一美去包扎嘞。哎，不过一美，你放心，陶妈妈保证，不管你变得有多笨，我都会让陶富邦娶你当我媳妇儿的啊！啥？陶妈妈的心直口快，当下让孙一美真不知道是该自卑呢，还是该高兴。但是孙一美思考事情的逻辑一向很特别，这个当头，她还真希望自己变得更笨一点。富胖，富胖，嗯，对不起哦，害你被打还罚跪。没关系啊，本来都是我害你受伤的啊。哪是你啊，根本就是那个好手动啊。还痛吗？一点点啊，风筝的时候比较痛。哦，那就好，你赶快去睡啦，明天爬不起来上学，你妈又要骂你了。明天我请病假。富邦，陶妈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啊？说那个，就算说我再怎么笨，陶妈妈也保证一定要，你自己去问陶妈妈好。我不要跟他说话了。为什么？我跟你讲一个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哦。嗯，我发誓。我怀疑我有身世之谜。身世之谜是什么？我妈从来都没有打过我弟，她拿到什么东西都可以打我。衣架、水管、皮带、椅子、鸡毛毯子、擀面棍，还有电扇，她竟然还要拿菜刀杀我哎！你有看过一个妈妈会杀自己的小孩吗？没有，对不对？所以我怀疑我不是她生的。你不是陶妈妈生的，那你是谁生的？不知道哎，不过我一定会查出这个秘密。不用查了，是我瞎了眼把你从后山那个猪圈给抱回来的。那我妈呢？我亲生的妈是谁啊？
就是那个猪圈里那只大母猪。这种气话当然连三岁小孩子都不会相信，可是好像就打那个时候开始，桃福帮啊他就不太吃猪肉了。这我岔题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桃福帮英雄救美的事迹让孙艺美这小丫头有了第一个心愿。希望像纸娃娃一样漂亮。希望跟桃富帮结婚。买酱油啊，嗯，好，等等，来啦，我的小姑娘，一瓶酱油，一瓶酱油。哦，富爸，你们家酱油也用光了，啊，等等，马上来啊。不知道为了什么，那个年代啊，身为长子长女的孩子，首要的任务就是，买酱油。哦，好，哦，哎，来，陶家酱油一瓶。但是孙艺美一点也不引以为苦，因为那条酱油之路啊，对孙艺美的初恋而言，绝对是举足轻重的。干嘛怪怪的啊？哪有啊？昨天被罚跪后，数学又考不及格，我还听到你叫妈妈，下次不干了啦，下次一定用功。你国语还不是考不及格？国语又不重要，谁不会说国语啊？既然大家都会说国语，干嘛还要考国语？可是会会说什么用啊？要会写啊！人家拍熊追爸爸，就是因为报户口的时候把冯伯伟先生冯拍熊。谁说的？我爸啊！啊？伯伟怎么会变拍熊啊？你爸乱说的。是真的。潘熊，难怪我说潘熊这个名字怎么那么奇怪。哦，谈恋爱。
不客气。那个年代买酱油的孩子老是忘记扔，然后换来一顿棍子，挨打的孩子必然痛自忏悔着，下次不敢喽，下次不敢喽。但是当下次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该忘的他还是忘了。干净净哦，你什么时阵来搞用个乱七八糟，敢那小查某嘞？规下咧嘎嘎掉啦，免讲我只讲母仔母仔，要愈来忝死。明明就是一个查某囡仔，啊查甫嘞，吼够野啊你！卖个叮当啊啦！抓下来是上重要的哦，唔好乱动，啊不就歹几年哦，哈。妈。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抓下来是上重要的哦，唔好乱动，啊不就歹几年哦，哈。妈。安娜呀。大卡车，外面来了一辆大卡车。大卡车。
爷，他跟你的纸娃娃长得好像啊。哦，那是孙艺美第一次看见汪倩倩。汪倩倩那抹找不出敌意也绝非善意的微笑，顿时让孙艺美的世界暗淡无光，相对失色。想怎么去上学呀？想怎么去上学？这样怎么不能去上学？哦，你这好可爱哟、哦！你去学校的时候，那些男生一定都会觉得你好可爱的。哦，你那个头啊，哦，是现在最时髦的呢。啊，那个杂志上面那个银河上面那个杂志就有写啊，那个头林青霞那个头啊，都是这个头啦。你骗人！妈妈怎么会骗你？不信哦，妈妈现在去拿给你看哈。当然，孙艺美他妈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那本《银河画报》，而孙艺美大概因为哭了一夜，眼睛肿得不辨是非，第二天这个头啊好像也就没有那么丑了。来自天津的麻花叔是孙艺美的干爸，顾名思义了，因为卖麻花，所以人家称为麻花叔。每个星期的早晨，孩子们只要在村口背首唐诗，马上就可以跟麻花叔啊换来一根大麻花来解馋。大口袋插骨菜，双手捡挖来，明明温不爱。福榜啊，你背的这是哪一个诗啊？报告麻花叔叔，这是福建大诗人冯伯维的诗。哦，好，来给啊！谢谢麻花叔叔。哎，好。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那个。一枚，背不出来可没有麻花吃哦。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笨蛋，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从那一刻开始，孙艺美注定要活在那抹微笑的阴影之下。就那孙美没有麻花过。你爸跑船了不起啊？今晚来就那么拽。转个屁啦！孙艺美，我帮你报仇。我是陶富邦，四年丙班，你几年级啊？哦，哑巴，原来哑巴也会背诗哦。听说你爸跑船了，跑哪种船呢、啊？是拍熊他妈等的那条船哦。跑船不是很有钱？既然你爸那么有钱，干嘛不搬去台北？你叫什么名字？谁？汪倩倩。怎么是汪倩倩啊？你爸不是姓张吗？他是我妈的老公，不是我爸。你妈老公就是你爸，笨蛋！我爸死了。他爸死，他爸死了。我爸死了。我姐是白咖，我是拖油瓶，怎样？拖油瓶，拖油瓶，拖油瓶啦！这个我小太保。哇塞，好巧哦！而且还说你是小太保哎，一定要他跟你道歉呐，不然把他骗到鬼洞去！鬼洞鬼洞，吓死他，吓死他！然后等他尿湿裤时候说，谁再去富邦天天就试试看。富邦，觉得自己的身世之谜和倩倩有着同样坎坷命运的陶富邦，他警告大家，没有爸爸的倩倩很不幸，很可怜，大家更应该要同情倩倩，照顾倩倩，谁要是敢欺负倩倩，就要接受严格的惩罚。因此孙艺美又异想天开了，如果她是那孤女晶晶该有多好啊。小妹啊，大熊！
当然，孙一梅她不是晶晶。刹那间，孙一梅好像明白了，汪倩倩除了拥有那聪明、漂亮、能被富邦保护，这一切孙一梅最想得到优点之外，关于不幸这件事情，孙一梅也注定是输了。好啊！哎，月底了啊，我们方不方便对个账啊？哦，多少啊？啊，150，你要不要对对看？对了。好。不好意思，孙太太。看你听我婆婆唠叨了半天，哎呦，不会啦，我很喜欢听老人家说话啊，啊，更何况他们讲什么啊，没头没尾，我也不懂啦。那就好，那就好，省得我们家的家丑啊都让你笑话了。哎呦，没有没有啦，我回去了哈。谢谢你炒米粉啊。不会不会。妈，你怎么回来了？小孩子闹脾气，没礼貌，顶撞大人，这些我都可以不管。可是这件事情，我非得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什么事啊？偷钱。啊？一个人的人格，由小看大。偷钱，以后准会作奸犯科。敢做不敢当。那是最可耻的了。这种孩子，我张家不要，打不好就给我撵出去。我说孩子们，在你妈还没有找到证据之前，赶紧承认吧，要不然待会儿打得更凶呢。啊？奶奶，我不怕，反正不是我。莹莹也没有逃，莹莹最乖了。大妹，我说，你会不会是弄错了？我昨儿个付了报废，明明找了50块钱的钞票塞进包里了，怎么会弄错？哼，掏50块钱做什么？算我都不要。我们汪家的小孩子也没那么没志气。哼，有志气的孩子，不会因为自卑不去上学。这是谁的？谁的？妈妈，不是我，莹莹最听话了，莹莹不会偷钱。到底是谁的？不说是不是？好，那我就自己去问老好，东西卖给谁的？奶奶，救命啊！救命！我上次不敢了。莹莹。钱真的是你偷的？我下次不敢了。钱是我偷的，要打就打我，不要打我妹妹。你为什么要偷钱？家里是缺你吃还是缺你用？你们要什么东西，张叔叔不是立刻买回来吗？为什么要偷钱？因为同学他们都笑我，他们说我是拖油瓶。都不理我，我想买东西请他们吃，好让他们跟我做朋友。做错事情还想找借口，你就要非得好好的打，狠狠的打你一顿。大妹，大妹，
孩子都认错了，你要打你就打我吧。你们这样子宠孩子，早晚通通都要变成太妹太保。错了，错了就要惩罚，就要受教训。错了是我妈，都是你，只顾自己嫁给别人，是你让我们变成拖油瓶被别人笑。可是我清楚得很，有一天你会感激我打你这一巴掌的。